本期将解一个外面收费1888的快手特效刷使用量搬砖挂机项目啊，号称单机1300，自动叫卖啊和使用教程是包含这两样的。简单来说就是用大号注册快手特效师，然后生成特效，利用小号自动去刷特效使用量或者收益。自录项目大家可以打开快手搜索碧阳特效平台啊，点击我来打开激励啊，脚板可以自动去引收藏大号的特效，并且自动拍摄收藏的特效啊。看一下各个等级的奖励，玩法就是自己做特效，自己刷投稿，刷特效一分钟开做两个，每天只需要提交20个特效就可以了。刷300的投放啊，这个 F 级给15，1020个特效，每个给15，1300，这种比较适合工作室，快手号需要30个，10个手机差不多能够啊。这里有防检测刷投稿的啊，自动收藏用特效脚板。赚钱是没有非常猛的，特效包括这个安卓需要安卓手机、快手小号、快手特效师，根本和包括这个月卡脚板啊，一级一码，还有这个下面是5天的这个收益，非常猛，都是非常猛的啊。资源下载地址就是点击打开卡密网站啊，打开这个网站，然后注册这个网站注册账号啊，登录之后，然后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“快手特效”。刷啊就可以了，就能找到这套资源啊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快手特效，或者是快手特效刷使用量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